不是吧，这声音也太像杨幂了吧。杨幂粉丝年限张大大现尘埃的供养，声音相似程度惊到张大大。分享剪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纶点亮。你猜到了吗？你可以再唱两句高潮的部分吗？这个是另外的价钱。我胸都在抖，我的天，你我可以，这是另外的价钱，我可以出这另外价钱，可以再唱几句吗？可以，我想一下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能再多了。我的天 ，Who are you？ 这是个秘密。Who are you？ 这是个秘密。秘密。秘密。粉丝，有才华的粉丝，肯定是有才华的粉丝。